这个示意呢，对我们相当的重要。无论是在解门上，或是在行门上。那现在，佛教多半是依人不依法。那依人不依法，那法就会没落。所以为什么现在叫末法，就是因为依人的多。所以佛法它的兴盛与衰败，就全看学佛的人怎么做。示意法是教我们你要依止的这个观念，你要依法为人，再来是依义为人，依这个佛经所说的义趣，不是只是依表面的言语，那依了义为人不了义，在所有佛法当中，选择了义法。了义呢，就是契合自己根器的，然后又能够真正得利益的，这是了义。那再来呢，就是依智不依事，事就是你的感情，你的妄想，你的情执情见，智就是智慧。所以呢，看经解经，待人处事皆物，都依智慧。那么上礼拜天讲经的时候，有讲到有关于受持这个感应篇弟子规的问题。那么有同修有疑问，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解答。这众生呢听经不外乎就是堕在两边了。我们道场提倡念佛讲经听经专修专弘，那没有流通这些世间的典籍，没有流通并不代表不需要所以你做一个佛弟子，你没有具备这些人天的条件，那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学佛人。但是如果你已经发心学佛这个是善根相当的深厚，反而退回去退道心去学这些人天的，那就不像一个佛弟子。我们讲座的内容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道场熏修的同修善根都非常的深厚，都已经在学佛，所以这些基础呢，相信大家也都具备。你真正发心向上学习，那么就不要再退转因为很多人呢他是放不下所以呢拿着师父提倡这个世间孝道的说法来增长自己的爱欲心，增长自己的贪恋，那就不是学佛。你学这些世间的东西你用这种心在学，用爱欲心在学，你放不下的心在学，保证你不会成就念再多的佛你弟子规感应篇你都做到了，充其量是个世间人，绝对不能往生净土。这个是真正净土中的教义。净中往生的关键在于信愿持力不在于把人做好。这个是净中往生的关键。你把人做好这个世间不一定真正有出离心。这个我们要相当的清楚。你看像
张善和一辈子商业，阿瑟是王，杀父害母，到临终他真正发菩提心，真正学佛，他能了断生死，他是靠信愿。所以你要是一念情执升起来，这个叫做依事啊，你依着你的情事去造作，依着你的情事在修学佛法，这个不能成就啊。不要说依世间的典籍，你依无量寿经你也不会成就啊，这个是真的啊。很多人啊都认为学佛啊只要做一个世间人就好啊，这个是佛门的一个衰相。如果学佛只要先做一个世间人，那不用学了，你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世间人。世间人有的贪嗔痴你都有，世间人有的这个爱欲心你都有啊，杀盗淫妄你也都做过，这是世间人，那就不用学佛啊。世间的好人啊，虽然离杀盗淫，但是出不了三界，事相上不放逸，心理上根没有断，所以佛法讲的是根本解决的方法，是让你做世出世间的大好人。所以不是啊，我们没有说啊，不是我们不提倡，是因为众生的情见太重，你一提倡世间法，依这些世间的书籍，你去看，只会增长情见。为什么有人退心？学佛学到后来，搞这个情情爱爱去了，那个不能解脱，那只会越来越苦。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这个我们要能够明白，依智不依事。为什么佛他讲慈悲他不讲爱？这佛法的用词具足了这个高明的智慧。众生听到爱这个字，想的就是男女，想的就是家庭，就是情情爱爱，所以佛他不用这个字，他用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释迦牟尼佛祖师大德用词的善巧，翻译经典的善巧，你看这个经典能够帮助你把你的贪爱放下，帮助你把烦恼放下，你这个贪心这个爱心是让你痛苦的根源。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倡读的是佛教的经典，这里面真真实实的无论是在文字上在意趣上都可以给予大众真实的利益。我们落实无量寿经的教导，会以众生真实之利。所以在我们经社，你要请这些世间的典籍，没有，请不到。我们的法宝都有严格的把关，这个学风道风相当的重要，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夏莲居老居士说的，一方正后方方正，初步迷时步步迷。一个道场成立，它的道风学风它的宗旨如果不清不楚，那后面的人就无从依止。所以我们依佛教的经典，依祖师大德的开示，依祖师大德的著书，这些都是真正有成就真正过来的，依他们的路，依他们的方法来修学，我们必然能够跟他们一样。所以你依世间人写的东西
我们就常跟一些同学讲，你看看这些写这些东西的人有没有学佛，他要真的有学佛，他生死了了没有，他是怎么往生的。所以了凡四训固然好，但是呢，同样是碰到云谷禅师，憨山大师明心见性，了凡先生也碰到云谷禅师了，可是他对世间名闻利啊放不下，想要做官，想要长寿啊。所以云谷大师也很慈悲，教他持准提咒，也确实有效，他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利益。但是呢，比起憨山大师，那他逊色许多啊。所以我们学的是古的，憨山大师碰到云谷禅师是真正明心见性，是真正了生脱死，把无始劫来的烦恼都放下，真正的大自在。这个是佛法带给众生的真实之力。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境缘，你是什么人事环境，是富贵也好，是贫穷也好，你都离不开烦恼。没有特权啊，没有什么好特别的，都是带着贪嗔痴的，只有佛法能够帮你把这苦恼的根断掉，你用世间的典籍做不到，要是做到了，那释迦牟尼佛就不用出世讲经说法49年，讲说正法300余会，就是世间的这些外道，他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解脱，没有办法复本心源究竟清净，所以佛才出世，在印度示现作佛。所以我们道场这里学风道风就是如此，很多人他要来请这些世界的书，我们都跟他讲别的地方有，我们这里呢专门流通的是正法，流通的是佛法，这个也是师父交代的事情，说佛法要有人讲，不讲不流通，那就是灭法，你法灭了，那后面的人就没有办法学了。所以呢，我们是秉承这个师父的法脉，他的交代，坚持这样做，绝对这样做下去，这样你们来这里修学才能得到最纯正的教法，你们护持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如果这里只是一个流通世间法的单位，世间法的这个道场，那这就是夹杂，这就是不纯了，这金子就不是真金了。所以我们金色学风的学风道风大家要能够清楚要能够明白那么在上一次这个无量寿经的讲座里面要会听要能够知道表达的意趣，不是叫你说学佛世间法这个也不要孝养父母的也不要奉持师长，佛法的根本呢确实是建立在这个师道之上但是如果只是做世间的，像净念三福，你只做第一条，那充其量是个世间人。所以这个三福，你三条要合起来看，要包含着第二福，这是出世福，要包含着第三福，这是大乘的福报，这个合起来看，才叫做净业三福。不然，如果你只做第一条，叫染业三福，这业不净了。只有第一条，你是个世间的好人，你不是出世间的，你的业不清净，如果你只做到第二条，虽然比第一条清净了，但是呢，心人就是小乘，
没有发大乘心，不是菩萨心，也不算是就近清净，所以一定是三条全部做，不会是只要前面两条，或是只要后面那一条，那就是不圆满，你只有其中的一条，那都不行，所以这三个是要合起来看的，你才能够对净土修学才有根基，才有根本，你才知道怎么发心，怎么样的用功，怎么样解除你的烦恼，因为以前呢也有老同修来问我，他跟师父也跟很久了，他说不是要一心念佛吗？怎么师父在提倡这些世间的东西？我跟他讲，两个没有障碍呀，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但是在众生份上呢，你接触到什么样的缘，你接触到世间法，你起的就是世间意，这个是没有办法，世间心重啊。那实际上呢，这两个一起去也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佛法讲的是心法，你展现出来的就是孝悌忠心，没有障碍，只是在行孝悌忠心的时候，你心是离相的，是无所着的，那世间人是有所着，所以称为世间法，你无所着而行孝悌忠心，那是出世法，这个要相当的清楚，所以有心法在里面，做同样的事情那境界不同，这就是经典上讲的，你虽然跟佛菩萨站在一块，在一个这个屋檐下，他入的是华严法界，你在的呢是人天法界，是这个凡夫的境界，你对境呢也身心也动念，起的呢是爱憎取舍，菩萨呢对境身心动念起的是慈悲喜舍，不一样不相同，菩萨身心动念那是作用，那是大慈大悲的作用，那凡夫呢是自私自利的作用，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凡夫是先为自己想，佛菩萨呢没有自他二相，所以能为众生想，彻彻底底把自己放下，这个是佛教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要真正的佛法是不离世法而行佛法，可是呢你要达到这个境界以前，你是少不得要用功一番，你要先离相，你要先舍弃你所贪爱的，你所挂碍的，你真正能舍弃呢，那么之后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一开始你就想要学佛菩萨的境界，那没有办法，功夫不够啊，程度不到啊，就会像经典上讲的，末法有众生很发心，想要利益众生，但是呢自己贪嗔痴不断，烦恼习气不断，无有是处，做不到啊，你跟着帮助众生，你只会变成众生，你会被众生渡走啊，这个要知道，要知道自己的根气啊，那么已经发心学佛了那个你就不要再退回去了那个是给不愿意学佛，给他培一点善根培植善根用的，你们已经能学了又能行了那善根福德因缘不可思议啊！你只要专注在你的现前发真信发切愿，一心一意的念佛读经用功，你就能够了断生死，这是真正的
善人。所以《弥陀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不是讲别人，就是讲你们。你们是具足信愿心的人，具足信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真正念佛那就是大善。这个都是经典上说的，所以不要错解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不要误会了我们讲座里面的意思，这个相当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